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十月二九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台中市的西区台湾大道甲美川路的地下道。在今年八月中，有一道壁大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言论，设电龙墙，随后一个中国姓吴的查甫人迫害，伊予咱的警方罚3万块，伊民宿在昨暗8点，爱伊强制出境，而且5年来袂使过来咱台湾。移民署人员将为民众一个男子强制出境，一个中国籍姓吴的男子，因涉嫌在24日起破坏在台中市台湾大道甲美村路地下道的联络墙，向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处理。他刚才把所有的联络墙，就是另外一边的联络墙撕掉。本件大陆籍男子昨天在行经台中某知名百货地下道时，破坏联络墙上所张贴的海报。案经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依刑法毁损罪移送地检署。这男子被警方以毁损罪嫌上班，也被台中地检署处缓起诉处分，要纳3万块的缓起诉金，并接受法律教育。移民署等检方处分线，对依《两岸条例》第18条规定，被暗示将予强制出境。有关违反《两岸条例》的部分，我们依法注销他入境许可，并强制出境。此外，我们管制他5年不予许可入台。这摆破坏中国籍姓吴的男子，也是这个月初八因为抓到台台后来联络墙海报，向强制出境了后，第二个因为破坏联络墙向关出境案例。另外，台中正义大学学生，也是教育部考生会学生委员林志武，今年8月结一婚，有道具会衫，甲银纸花，到香港经济部的文化办事处。向韩尚法办台北地检署办以恐吓公众罪对提起公诉，向起诉林志武伫面前发文，强调家己伫法庭坚持无罪答辩。按照为怎样会寄这款的批？伊捌解释，会衫是上顶玩弄事件，香港人所留的花，家己是好意提醒办事处，可能会去反送中示威影响，不过检方无采信伊的讲法，还是将伊起诉。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到今还未点，前几日礼拜日的示威活动有35个人受伤，年岁上届细汉的只有13岁，也有记者亲像是卡着枪，甚至还有网络媒体记者红掠。香港警方在昨昏开记者会，也头一摆发生有记者提手电照警察，抗议警察干预采访自由。镜头又回到咱国内，咱来关心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放流水检验。阁无通过，台中市的环保局拢总罚因6000万，嘛要求电厂年底进前爱改善落好，那无就爱停工。台中市环保局顶礼拜是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小土团的机组1号至4号，啊，阁9号至10号的机组的放流水的抽查瓶的高度到超标。正结果已经出来啊！1号至4号机组的放流水平超过26杯，9号至10号机组超过28杯，佮加上9月份嘛，捌查到5号至8号的机组平超过24杯，三个放流口总共是处罚6000万。并不代表以后都会一直罚啊，我们也会给予停工，哦，它是有选项的，所以我想，既然台电是谈到自己可以在12月底有这样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能够完成。那我们姑且相信他一次。台中市政府要求中火12月份改善好，若是阁违规，会阁连续来处罚，有可能会叫因停工。经济部处长詹文生是表示，若是4架机组去用停工，可能影响供电。我们要看停工的范围是如何。如果是4部机组停工的话，它的占整个备转容量率有达到7%左右。那其实当然对供电的稳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台电是回应讲尊重9月份超标的处罚，嘛答应讲会进行50%的减产，放流水嘛暂时未排。啊，不过无了解市政府10月份阁一届抽检了后，却跳过定数直接处罚4000万，这个台中市政府是为了处罚来处罚。那对于中市府在新的废水处理厂还没有完成前，就一再进行水的检测，那么台电呢感到无奈，我们尚未收到正式的检测结果，那依法应该要给台电提出陈述意见的机会。台电表示，新的废水处理厂等得起，预计12月份起运转。环保团体认为，台中市政府是处罚，不是叫人停工，无阻挡的作用，而且拢是罚人民的钱。这也不过是把台电的钱换到市府
这边而已。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勒令停机。啊，不过环保团体更加关心的是空气污染的季节要来啊，11月份到12月份的空气污染的问题，那是中会无部分停机。台中市政府要求检讨妥四项的目标，可能无法度完成，到时阵会阁面对另外一波空污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所以，甲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为了降低学生囡仔就去的比率，卫福部按算开放学校营养午餐煮食的时，会当放有防就去的肺炎，上紧12月份就当开始用。接下来看《联合报》，牵涉五当前伫台北新义区夜店台西警察这个案，洪判刑11年，确定尾也煞逃走去中国的瓜树金，多亡7个月了后，27一案厦门偷渡回来烧金门，予咱的海巡人员掌着，因为伊是同行犯，随洪押去金门加个关。接下来看《苹果日报》，新竹有一个姓彭的查甫人饲真侪细只猫仔，结果用各种真残忍的手段苦毒九只猫仔，伊哪苦毒哪吸，引起网友真火大。昨伊主动出来投案，让伊发上班，检方以30000元交保，不过因为伊无钱，让改做限制大的所在。在台东市某一间真清的面店啊，洪伯公店头家甲一只猫啊杀个死，警方有关告知，店主讲，因为伊去予一只猫啊家己嘴去咬着，才出手甲掰，奈知影猫啊杀一个就无开啊，因为民众已经检举，所以警方嘛已经侦办。日前暗时，台东市一间真有名的面店，那就发生口动猫的代志。警方接到报案来现场了解，真侪看到的人甲警方讲，头家嫌店里附近一收猫啊收差，转甲一只猫寄掠起来，杀到老血流地来死去。不离个店头的头家二伯说讲，伊原本干那是要来甲食喷的猫啊赶走，暗过失去猫啊咬着手一嘴，本人的反应是想要甲猫啊害走，绝对无口动猫的代志。抓起来，用力点劈。我伊要搞啊搞，我尽量甲弹落来。啊，这石头啊，你定定个都袂紧动啊。看到的民众提供监视器的画面指出，头家后来有把涂骹的灰洗好清气，而且佫摕一个袋仔，把死去的猫仔袋起来。警方到现场无发现相关的证物，而且头家嘛无承认讲有口毒猫仔。啊，不过真侪看到的民众已经向县政府来检举。台东县农业处表示，若是查到讲有口毒猫仔的行为，以动保法会当处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拘役，并科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啊，当然就是按照情节嘛。啊，情节严重就2年，可能直接提报2年，或者提报罚款到200万。目前农业处会同警方等待收集证据，动保团体嘛接到民众报案，日前暗时赶来甲其他猫仔带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风增强，加上入秋了后，头一波风面通过，所以水气有较高。咱来看云图，因为东北风增强，加上风面较低，北台湾规天拢是落雨天，湿湿冷冷。花东嘛有局部低降雨，加上北海岸雨会较粗。中南部是以起侪云的天气，只是暗时温差有较大。另外，因为中部甲云嘉南以南是东北风的风，所以空气无介好，污染物会积掉咧。加上东北风会带来境外的污染物来咱台湾，所以即马外岛还阁有西半部空气品质嘛豆豆啊变歹。另外一种污染是烧光。广告看板也是招牌顶，常常是引起公害。在都市区，真侪民众拢捌去向主管机关申请。环保署拍算年底要大型推出光污染的管理指引，未来就有参考的标准，会使要求业者改善。都会区开的产生公害问题，像 LED 看板、灯箱式广告、亮灯。到半暝，油源闪失未停，造成民众真大的困扰。环保署统计，过去3年1200多件订正案当中，台北市占6%，高雄市1.3%。为着要让执法单位有所参考，环保署打算年底进前来提出公布量管理指引。这个目前是一个建议值，它并不是一个法规的一个强制的一个值，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其他的部会在订定相关的法规，或者是地方政府在订定像自治条例上面一个参考。
建议即无强制性，但北市环保局有关定规处理的时阵会较有根据。最近五年，北市逐年都有超过200件的订正案，虽然两度提出公害管制自治条例，但因为业者有疑虑，到今还未通过。环保局表示，要来透过沟通甲业者协调，多数的案件拢会当得到改善。其实我们采不告不理的方式处理，那就是由光源的核准机关去做相关的处理。那其实业者也都还蛮配合的，就是只要是有民众陈情，我们去做一些劝导去或一些相关的辅导，他们也都愿意去做相关的改善。近前北市府推出的自治条例草案所定的公道是达公尺250到300节根以下，比今麦环保署拍算推出的建议值650节根以下搁较严格。唔过后来无通过，改协调业者，离下暗固定的时间以后。关掉电话，或者是卖设定显示，嘛甲电光调较暗的。今年订正案都有明显的减少。记者林俊梅、曾志成台北报道。咱国来头一个地下风场的开发案，海洋德兰风电场，因为违反动车时的宽屏，伫咧顶。更固的是无派高阶人员去观察对海底甲海岸的影响，和环保团体检举。环保署罚因150万，也毋过环保团体讲罚伤少啊，无法度抬价加高。标列两红鱼港外口的海里，采一座一座的绿化风机，这是国内第一座绿化风电场——海洋德兰风电场。打开时的时阵，敢那起两座示范风机，第二阶段再过来起20座。预计年底时阵开始使用。环保团体检举，业者6月份施工的时阵，无派有高阶的观察船，还有海洋海底观察员。环保署查到总共有3天，落尾罚150万。这150万的财罚实在是不足以吓阻，不只是海洋竹南公司，还有我们未来的即将要开始打桩的其他的离岸风力发电公司。鲸豚观察员对于白海豚保育，这已经是最低度、最低度、最低度的保护了。那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业者当初时答应讲要开发这座风场的时阵，施工拍条啊卡的期间会派10只观察船，若是讲发现北海地带停工，啊，不过环保团体不满，违反环保评估答应的代志，算算的代表讲一天违规跟他罚50万，比停工一日的成本爱成百万，还是讲成千万搁较低，这款的处罚根本就无感觉。啊，不过环保署表示，这款的违规程度爱停工有困难。这些因果没有办法去证明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个案来讲话，它是没有符合停工的要件。但是我们考虑到说要保护我们这个稀有的物种，所以我们是加重财罚，然后罚到它最高额的150万。业者把说明，迄当阵无派有高阶海洋海底观察船，是因为风影收大，惊讲较细只观察船会有并船的危险，以后会改调度较大只的渔船来代替。啊，若是环保团体已经第二届提起公民告知，针对环保署处罚伤轻嘛，已经提起行政诉讼。环保署是表示尊重因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搭38000这么快游乐区，因要去缩小版的万里长城，也毋过台南市的水利局发现业者无申请就开罚，罚15万嘛罚唔惊，所以检方即马依法起诉。放的万里长城伫台南北河中线，城道上设有防火台、山海关电关卡，沿途还佫有100尊的兵马俑徛哨。这处30000平园区是西林的业者原本经营的电影文化城，不做啊，去年另外做的景点。山坡只要它有保持照依法规定，然后保持水土的保持，就应该是还好了。它要照法规走，那定期检验，保护好的话，至少会降低一些就是水土方面的一些流失。迷你版的万里长城沿山步行健，就算是非家己也是不少人入场。不过实际上业者却是违规开发，包括停车场边啊、商场下骹拢明显出现水土流失情形。台南市水利局去年6月先处15万罚款，要求停止非法使用行为，并且限期3个月申请合法，也是恢复原状。不过业者拢无改善游玩对话经营，让唔知影民众入园去佚佗。这个案件呢，我们在勘验的时候，其实有经过专家证人也陪同我们前往。那水土保持技师这边其实也认为他，现场的一些状况其实已经构成符合自身水土流失的要件，所以我们据以起诉。业者遭到检方以违反水土保持法甲区域计划法起诉，这个呢司法回应绝对无非法开业。对于水土保持的认定，去年查查了后已经积极申请变更题目，会阁向主管机关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这线直接看，咱来去夜市啊，政府分夜市的消费券卖饼员工，各单有回收47万张，以华联东大门的夜市啊，回收要10万张上佳者。行政院讲，夜市啊更有发挥效果，下政策的方向，而且嘛讲夜市的点头，即马拢有路。到顶一塔一塔夜市底用券，拢是台北联合夜市摊商收到的。今仔发放夜市券，联合夜市店家就讲，生意增加大约20%。那整体来看，大概成长大概2-3%，平均差不多会有40张左右。我觉得只是短期的。根据行政院统计，夜市券上路一个月到27号，发出182万张，目前回收47万张，回收率全台第一的是华联东大门夜市，使用近10万张，收益上大。其次是嘉义文化路夜市，第三是台南花园夜市，北部第一的宁夏夜市是排第八，大约收到15000张。我们将大概问一下摊商。的部分大概有增加1-2%，觉得很棒，鼓励观光客来花莲，这样花莲很美。因为六月来台金属，东部和南部夜市受到冲击相对较大。政府九月16日扩大秋冬各路增加奖励，自由行旅客每办法夜市抵用券200，采分区使用。行政院说明，先后符合设想，未来各发出400万张的夜市券。在东部的部分，事实上产生的效益是最大的。那再来就是南部，所以这个最。跟我们的这个政策的方向还蛮符合的。除了夜市券促进消费，经济部也出招，10月7号起推出相关小型店家促进消费计划。民众伫相关内的小型店家使用行动支付消费，政府提供消费金额10%，行动支付业者提供5%以上回馈。全台有200多处相关参与，上路以来，交易金额已经达到1200多万，回馈大约130万，超过10%。除了促进消费，也带动小型店家行动支付相关设备升级。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在拼观光，因为中国客即马拢无来。根据观光局上新的统计，九月份按中国来台湾佚佗的人客有116000多人，这是比去年减10万人。也毋过呢，日本、韩国甲东南亚的人客拢有增加，而且增加不止侪。西门町6号出口，再去到达了真侪外国游客，徛伫咧上新的彩虹地景顶面拍卡翕相。根据观光局统计，九月来台湾的旅客整体比去年减少5%，主要受到中国限制中国客。九月的中国客人数比去年减少10万人，啊，不过日本、韩国旅客含东南亚市场都有明显的成长。龙山、天宝、江台石、台北、101，这里有九份平息，小籠包。台湾ドリンク so sweet, too sweet. I don't like. 根据观光局统计，九月来台湾的中国客有110037人，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减少46.8%。香港、澳门的旅客受到反送中运动影响，嘛伫遐减少2.36%。啊，不过日本、韩国旅客煞一直咧升悬。九月来台湾的日本游客有19万人，超过中国客人数。韩国旅客95000多人，菲律宾旅客32000多人，成长40%。日本、韩国、菲律宾含泰国九月成长率拢超过去年的同期。是因为日韩本来就在日韩大战啊，本来他们日本韩国会互相旅客的护送嘛，啊，现在就是他们都不护送，都往台湾这边跑。今年影响比较大的是自由行客人，因为大陆片面不发拒签注。旅行商业工会指出，受到日韩贸易战的影响，转来台湾旅游。另外，台湾和韩国之间贸易增加包机补助。中国客方面主要嘛是受到挖进台湾的选举年和中国客限缩受到的冲击上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英国脱欧，英国脱欧充满不确定性。也毋过欧盟昨昏同意讲，要予英国的脱欧搁延期，延到明年的正月31日。英国的首相约翰逊虽要求国会提前伫12月份举行大选，也毋过伫个国会表决最后无通过。The eyes to the right 299, to the nose to the left 70.英国国会笑声，副首相强生真解忧，伊要求国会提早大选提案，又搁强火关。因为欧盟伫当地时间28日同意将英国脱欧期限延后到明年1月31日，强生就要求国会提早伫12月10日举办大选。核心的评议决定，敢要接受伊的脱欧协议，按个赞成票数共299票。
无得到三分之二的434票，伊的提案并无过关。Now that no deal is off the table, we have a great new deal. We have a great new deal, and it's time for the voters to have a chance to pronounce on that deal. And to replace this dysfunctional parliament with a new parliament that can get Brexit done so the country can move on. 表决材料后，强生表示，进党不会先比三兵夹剑，何大山决定一切。暗个反对党感动批评，强生有想在承诺，并无实现，何人无得相信。He says he wants an election on the 12th December, though how can we trust him? How can we trust him that he will stick to that date? The reason I'm so cautious is quite simply, I do not trust the Prime Minister. Parliament asked for this delay, now it's up to him to go to the country in a general election. That's what he should do.英国每五年办一届大选，而且要改选是2022年，而且强生要提出大选，都要照固定任期制国会法，伫国会提出动议。即马强生又阁失败，伊表示会阁提出法案，继续推动提出大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比利时，比利时国王伫礼拜日指派现任的邮政部长威尔梅斯做看守的总理。虽然这只是过渡期，也毋过嘛，予比利时出现史上头一个女总理。比利时邮政部长威尔梅斯顶礼拜日由国王菲利普任命，是比利时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的总理。今年44岁，威尔梅斯要接替将要伫12月初1变做欧洲理事会新主席的前总理米歇尔代理总理，一直到比利时成功丢走新政府。威尔梅斯是米歇尔伫政坛的好朋友，伊的政治生涯是为2000年开始，捌做过市议员甲副市长。到2015年，伊才加入联邦政府，变米歇尔政府的国员，主要管联邦预算、财政、公共服务、甲科学政策，担任预算部长，一直到今。去年12月份，前总理米歇尔因为移民政策引发不满，国会通过对伊的无信任投票。从迄个时阵开始，米歇尔内阁就一直以看守身份运作到今年9月份大选。啊，毋过伫大选过后，目前国党各伫协商，伫有结果之前，拢会由威尔梅斯担任领导人。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即几冬近摆落大雨，就做大水，甚至停水停电，所以建筑业者嘛开始在开发各种防灾主体，亲像拄着天灾，即种厝就会发电，而且冒水通用，哪只巧？做回来看。在肯亚的首都奈洛比的东部有一个三角窟，因为当地欠便所，所以当地人方便所就落在路底，黑白等在路边。唔那卫生歹，而且嘛有可能防破病，害人破病。即马要解决这个问题，引进了环保便所、环保马桶，咱来看到底是啥。工作人员身体便所消毒，即将内底落啊提出来换清洁桶啊。这是肯亚贫民窟木库路的环保免强水便所，会当解决当地欠便所的困扰。It was not nice. We are using the dirty sanitation. It was not good. It had germs. Even we were infected. Even you could not allow your son or daughter to use it because it's very dirty. 木库路在首都奈洛比东部，住过了10万人。便所算是严重报告，若是附近无公共便所，民众就把排泄物装入去塑胶袋仔，才弹出去。结果涂骹就拢是黄金。当地人讲，这是飞来飞去的便所，一直到圣纳吉公司开始吹讲环保便所，才有路顶黄金变较少。With container-based sanitation, which is what our toilet is, you don't need to build a sewer line. Yeah. Now you can imagine the process that you have to go through.To be able to lay a sewer in a place that is that heavily densely populated, it's virtually impossible. 圣纳吉指出，起便所甲下水道对当地政府来讲，伤过困难，该开真侪时间。环保便所免去下水道，嘛较好放伫真个巷仔内，内底回收的排泄物，计当加工做肥料，是有真侪好处。Evergrow tunaipata kwa bei ya chini, na pia inasaidia haswa kwa mchanga.So, mmea wenyewe unakuwa haraka na pia unatoa matunda mengi.
现在木库鲁大概有10万人使用环保便所，估计2022年会成长到100万人。业者也打算将环保便所推广出去，希望替都市规划的人解决卫生设备欠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国际社会最近直直出现支持台湾的声音。除了德国甲美国有建交联署，最近嘛有一个澳洲人向澳洲的众议院提出请愿，望澳洲政府会当认定台湾的主权，嘛申请外交关系。咱总统蔡英文伫咧接见卢森堡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时，嘛强调讲，今年澳洲支持咱台湾正热，这是英国拢无的状况。总统蔡英文再次接见卢森堡国会议员访问团，除了表达感谢卢森堡对台湾的支持，同时强调近来澳洲国际社会对台湾支持的力度是以前所无的。虽然今年台湾仍然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来自欧洲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力道是前所未见。那么今年的四月呢，欧洲议会有台小组与主席首度串联英法德三国的国会有台小组的主席联名致函 WHO， 支持台湾参与 WHA， 还有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捷克的国会议员也都为台湾来发声。蔡总统强调，澳洲各国首听都在这个月顶旬。荷兰将今年也头一摆表决通过同意支持台湾的参与国际事务，拢是重要的突破。其实近期国际社会停台声音不断，德国甲美国民众小联手发起请求建交关系请愿案了后，阁有澳洲的民众提出请将今年要求澳洲政府对台湾予因充分的外交请愿案。因为澳洲签关案只要在四礼拜内超过一个人连署都会当过关，到时阵签关案结束了后，将会提案交予澳洲的众议院国会。但我方尊重澳洲国内的法治的程序，不会介入。外交部将密切注意请愿案的后续的发展。那呢，台美的关系要进展。台湾是民主的成功故事，也可靠的伙伴，美国。与台湾都在全力推动国际交流，最近还一起推出了一个重要的大型人才交流新计划——人才循环大联盟计划。美台关系真的改善了，现在不但美国的总统，可是美国国会、美国最重要的。媒体的看法，他们都支持台湾越来越多。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苏图文强调，台美关系非常良好。不过蔡政府也几下摆向美国发话，美台洽签自由贸易协定。不过今年核弹天花无乐观，恐惊都爱看美国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是去彰化造势，嘛去园林甲中小企业座谈。伊讲工业用地报告归海咱的农地一部分，伊会早回去研究。另外，张下晡伊嘛去保阳的顺德宫，访问到两岸和平协议的问题，伊是闪过拢无应。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来到彰化的保阳顺德宫，赶快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地上表方正上关坤波，在地方代表甲立委参选人的包围之下，接受地方正上的查调传控检。被问到民调领先对手，韩国瑜认为民调名对手是因为大家民意。不过，被问到甲两岸和平协议相关的问题是回避。澎湖小三通建议已经表示要发展实际的小三通。大概一年澎湖不到5000位大陆的观光客，那如果能够直接对接的话。对澎湖的观光产业及其他相关的产业会有很大的帮助。提到两岸关系的部分，有用儿子跟王八来形容，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谁是儿子，谁是王八？来，其他有没有其他问题？嘿，这只是一个比喻。在记者会的中小企业座谈会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表示，彰化存在工业用地不足，甚至农业用地问题，伊答应会将意见带回研究，再公布相关的构思。违规使用农地，建议一。在各县市或交通便利，七规划中小企业专用工业区，
这个工业区用地严重不足，这个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一步一步侵蚀到农业用地。未来整个工业用地中小企业的用地专属用地如何取得，一定会列入我们的国政部来仔细的判断。座谈会上，中小企业主向韩国瑜表达工业用地外流能力、一个气候甲交通建设等问题，希望未来若讲韩国瑜有机会执政，会当规划提供予中小企业的合法工业区，透过需求甲供给配合，解决中华违章农地工厂的根本问题。记者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哪里，唔那要拼总统，嘛要拼国会过半。也毋过，民进党最近政党的支持度煞输乎国民党，而且佫会面对打胜利的民众党，敢会来抢票？台北市长郭文德是继续靠势民进党，讲民进党敌国破破灰灰啊，也毋过选举是一点一。台北市政府举办了比赛，吸真侪人来参加，都好摊像台北市长郭文铁带领的台湾民众党，要来抢2020国会的席次，要向天下间来引人才。海选报名的人数是要到268人，而且决选的有43人，郭文铁会亲身来面试。民众党真细节出步，嘛让民进党感觉真有压力，双方不三是伫媒体呛声。民进党治国不怎么样，选举还是一流。民进党有可能打出告急牌，因为担心这部分就被民众党抢，你觉得有用吗？有什么牌都会用了，不过是这样的哦。其实2016年，其实我也查过2016年，你看时代力量硬是在一个礼拜间被压下10%，所以我每次讲说民进党其实选举还是蛮厉害。民进党跟民众党的选票有一部分是同的，针对以国会过半做目标的民进党来讲，要安怎来拼政党票变作第一项上要紧的代志？就像2016年，民进党跟时代力量来合作，暗哥为着政党票来杀金鸡牌，成功摕到18席，时代力量的得票率嘛超过5%，抽到2席不分区。这个政党票的部分，它其实不只是这个整个政党的核心价值，选民认不认同？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说，整个不分区的名单它开出来之后，就是具备一些领域的一些代表性。国会不分区的席次仅仅34席，哪里要抢，小党也要分。啊，不过小党要下过5%，候选人是不简单。2016大选总共有18政党来提名，小党的得票率差不多都比5%较低，仅仅新党下过3.5%候选人，拿到一票50块的政党补助款。为着要让小党有生存的空间，社民党话声讲应该要修法。平均带7-8万可以得到一席立委，那我们这30万政党票零席立委，这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制度嘛。如果不改变的话，其实是小党真的很难生存。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一定要修宪跟降低政党票的门槛，才会真正有一个多元的政治。因为民众党加入来，让不分区的阵风更加紧急，再加上拿捏甲时代力量、亲民党等等的政党，其他的小党要拼生存，2020政党票的阵调是增加一泼泼。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长苏嘉全的部洪兴珠宣布要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屏东第一选区的立委，等于是不甲民进党的张嘉滨对下。洪兴珠嘛讲，除非是苏进清参选，伊才退选。外界即马解读，伊是在向民进党施压。一直风声讲要参选立委的立法院长苏嘉全，伊的夫人洪英珠，而且宣布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屏东第一选区的立委，阁成立竞选总部。伊的参选等于是和争取连任的立委张嘉滨拼场。洪英珠阁讲到，除非苏进清参选才会退选，和外界解脱是要甲民进党中央施压，要将苏进清纳入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内面。我的参选绝对不是为了要让苏贞清进入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内，而对民进党的党中央施压，绝对没有这回事。不是什么政治的考量，或者是家庭的因素，或者是我身体的状况，其实都不是。因为洪兴珠的参选有可能获得哪样的对手，被看作是上大苦主，这个拼连任的立委张嘉滨，民进党这届确实碰到真大的危机，大声呼吁党中央要赶紧处理政治问题，那无票给人分掉无打紧，中间选民离开才是影响全党胜负的关键。大家都说自家人好说话，我想这样的一个反应，现在民进党的支持者都应该看得出来，谁把民进党当作自家人，谁又是民进党的自家人？
对于真正始终支持民进党的人，我倒不是不担心分票，但是呢，只靠民进党的支持者、始终者是不足以来当选的。民进党的确遇到很大的危机。不过，洪英主讲，洪世苏家全爱惜伊，才会一直靠抗伊卖参选。不过，伊选择脱党参选，是因为这35当来拢是为别人咧呼选，即个要为家己拼一届。嘛，希望若是顺利当选，会当为屏东争取席位，也是经过做好地方。苏家全目前当咧一年交界到呼选，对太太参选嘛是强调跟各款对岸危险。伫咧立委选举登记截止进前，会阁再继续沟通，希望洪英主打消参选的想法。记者。新华报备啊，来看经济部有比较咱台湾甲日本、南韩的出口好歹，显示咱台湾外口出口的程度高过这两个国家。虽讲台湾、日本甲南韩的出口拢衰退，也毋过咱台湾顶半当经济行动嘛赢这两个国家。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冲击，甲全球经济变歹，需求降低。今年以来，包括台湾、日本甲韩国的出口大部分拢是衰退。其中台湾一月份到九月份的出口一年减2.5%，南韩一年减9.8%，日本一月份至八月份一年减4.8%，比起来台湾减较少。若是甲物价原因扣掉，实际出口嘛全做正成长，而且一直变好，所以全年经济成长同款是有信心，会当继续领先日韩。出口虽然依存度很高，但是呢，其实我们对中国大陆出口的减幅相对其他国家来得低。那再去探讨这个商品类别的话，就发现，哎，我们对中国大陆出口的商品比较是偏重于像是化学品、塑橡胶制品，还有机械等这些。其实，就伫咧制造业动力减少、全球经济继续变慢的状况之下，国际货币基金 IMF 伫近日嘛发布最新的报告，嘛修改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到3.0%，台湾今年甲明年两年的经济成长率嘛降低到2.0%甲1.9%。经济部是认为台湾是小型的开放经济体，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是较高，再加上出口的货物和地区的集中度比日本、韩国较高，所以开始受到国际经济变动的影响。过去台商基本上有过度投资中国大陆的情况，那现在贸易战最主要就是美国对中国开火，所以为了避开这个美国的关税，其实有一些本来是台商他有中国大陆出口产品，他转回到台湾出口，但是他的利润受到压缩，因为他成本增加了。学者认为，甲其他的东亚国家比起来，台湾目前比别人加固定投资的力头，也就是政府推撒投资台湾的三大方案，继续增加经费来投资制造业、生产、出口，还有就业，未来经济成长的动力是予人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台北荣总合作，临床分析发现，讲高血压、佮有癌症动脉、血液流速度较慢的这些时段，脑部理解代志的机能会较退化。因为癌症的动脉、血液流的速度较慢，会连带影响脑部血管老化，所以嘛，甲失智症有关系。台湾伫咧去年正式走向高龄社会，其中人体功能衰退，定也是高龄社会当中产生健康照护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卫院和北营研究团队合作，针对1684位50岁以上的民众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高血压而且癌症动脉流速较低的社会人有人体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看到的一个端倪就是说，流速比较低的人呢，他可能这个。brain volume 也就是大脑是有比较小的，它可能是一个萎缩的，然后呢，它的这一个里面的这一些微血管呢，它也有比较多的这个损伤。研究团队表示，癌症动脉流速低反映出大脑血液循环不好，会增加欠血性中风和认知退化，而且过去研究也显示。癌症动脉流速较慢，毛可能代表脑部血管的活动力不好，就算也未中风，毛可能因为血管上会造成流速无够，人体功能会较歹。参照阿兹海默型失智症或者是血管型失智症，嘛拢含血管老化硬化有关系。就是两侧的颈动脉呢，是供应我们大脑血管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如果说颈动脉的血流不好，或是颈动脉有狭窄的话，它就会影响到大脑的一个循环状况。啊，有些人呢是直接就造成了中风，啊，有些人一些慢性的影响，它就造成了认知功能的衰退。研究团队提醒，包括食薰的人、3个月族群，拢是人体功能退化和血管病变的高危险群。民众除了维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加运动来促进血管的健康，嘛建议高危险群爱尽早进行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才会当事先防范。记者综合报道。
上礼拜高雄市有两个救护员驶救护车，因为拒绝把病人送去别个管区的病院，引起家属的不满。落尾这两个救护员嘛，被调职。结果呢，高雄阁发生有一个要生的负责人，伊要求送去30公里外，爱人甲台按高雄再甲台南去生囝，嘛引起争议。接到任务，由消防队救护车出动。27号高雄市一名38岁有身的妇人，因为饮水泼去，要紧急送医。不过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家属指出，三件拢在台南市，希望送去30公里外的指定诊所。基于保护他们人民安全之下，我们同仁就在现场的他们的专业评估，就帮他们送到台南医院去。所以这个部分是完全是站在那个当事人的生命安全之下来做考量的。消防局指出，救护同仁可能是这个什么案件，当时嘛，甲家属讲，送去指定的诊所可能有风险，由家属签下切结书，才送去台南市的诊所。不过顶礼拜，才有救护人员因为拒绝无同区的救护被调职，再度引起各界的批评。无同区的救护已经造成基层人员的压力。附近辖区有其他的消防事件，或是其他医疗事件的话，那其他民众的权益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它并不是服务无限上纲，而是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底下，你消防人力都还编制不足的情况下，你要怎样让这些医疗跟救护资源有效地去分配？我们以后针对我们所有的紧急救护医疗里面，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专业医疗的医师群，然后我们的相关的专业人员，包括一些外面的一些学者，我们要召集他们来开会。大家来开会以后，我们再做一个讨论。公司消防局表示，每一天紧急救护有400多件，99%以上拢是圆满达成任务。无同区的救护案件无多，已经研究要找专家合作和民间的救护车，对无同区的救护案件进行讨论。记者李秀文、陈汉坤、南部报道。台北市社会开发案，台北市政府为着避免动工，引起文组的争议。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计委员会最后表决，有选出7个所在，拢总7位登录作历史建筑。也毋过保存的方式，文化局讲会当刷去别位保存，这是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柱子都是福山啊！河龙厝的牛条全部拢是用福州山所起的，四个拢是古早味。这座有140年历史的溪州地王体是伫咧写。10月28得到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计委员会的表决，要甲登录做历史建物。这个委员会对当地20个有文字实力的建物，除了选出溪州地王体，佮包括下溪沙尾单架组厝、顶溪沙尾单体。溪州底过堤等等，总共7个建物登录做历史建物，啊，不过出租王先生的心情算是真复杂。大家都搬走了，留我们也没有用啊，都住在这边，还搬在集中在一起，可能吗？社开发案真侪年以来，有部分当地住户不满政府推售都市开发，转来强制征收土地。台北市政府为着避免以后动工引起文字争议，2016已经公告登录5个历史建物，今年阁增加7个。社目前总共有12个历史建物，住户针对历史建物的看法不同。你文字会议哦，阮两个里长拢无接到通知啦。阮都有违建，阮地价税、房屋税，该尽的义务都尽。我们文字保存是大家都应该做的事情，集合起来是比较符合的。到底要安怎保存这些历史建物？台北市政府考虑到原地保存或者是异地保存集中管理，所以引起部分住户不满。如果保存七栋全部要一致的话，大概要差不多0.5公顷。中央的部分有一个中央公园，它的面积非常大，就有可能在那一带。有部分的民众质疑，台北市政府捌做过调查，有要40%的民众赞成维持即卖状况，仅3.66%支持开发，政府却无顾里面的心声，嘛予支持派甲反对派较劲，佮无法度得到共识。社到底要安怎顾着开发甲文化保存？市政府也佮在想办法来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为了鼓励囡仔仔加讲母语，公司台语台甲教育部、文化部、台中教育大学做伙办公营倒转来台语表演比赛，鼓励各校的囡仔用台语表演。不管是搭嘴鼓、歌戏、四句联，囡仔仔顶功夫先拼先，入围决赛阁会使来电视台录影，拼10万块的奖金。
四句联是讲甲下下叫，今仔伫咧舞台顶练功夫，今仔兄今仔姐点子画牌、唱歌戏、搭翅膏，互人看到趣味趣味。阿妈，你为虾米咧哭？我想到我好朋友南露伊，伊也悲惨的故事啊。即会当用足济游戏落去教，落去学。你迄音会念着，然后会背袂起来，嘛是有困难的所在。这个号召公营倒转来的活动，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公司台语台和台中教育大学等等的单位做会举办，在北中南东四区办比赛，鼓励所有对用台语表演有兴趣的国小学生斗阵接触台语，然后决赛就会伫咧摄影棚拼输赢。咱电视台以前吼，伊拢向禁止嘛吼，台语的部分伫电视台拢消失嘛吼，已经伫电视台真少看到学生来表演，所以阮台语台设立了，希望讲咱全国的学生拢会当来参加台语的比赛。有同伴，大家做伙用比赛，其实一种的去个活动。就是一种推动的方法之一。公营倒转来比赛无限制囡仔表演的形式，鼓励囡仔小招做伙使用台语，享受讲母语的快乐，也希望台语文化会使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电视台敢有机会有一个台湾设立一个专门的艺文频道？文化部长戴丽君讲，那阵公共媒体法顺利修法通过，公共集团下卡下面有六个频道，就使重新规划设一个艺文台。带观众来看过去的纪实摄影家，伫70年代到90年代留落来印记。公司家己做的节目艺术真优秀，是国内真少数家己有观点的艺文节目。公司表演厅是甲表演的艺术完整翕落来，互民众唔免出门，买当伫厝来欣赏。啊，不过国内艺文节目真少，文化部长戴丽君认为这挂阁无够。未来的公广集团整合之后，真正整合之后，其实它六个频道可以重新重整，在数位宽频的时代里面，可以有更多频道划分的可能。那我一直主张应该要设立艺文频道。文化部杀公共电视法修正做公共媒体法，戴丽君主张未来修法了后，要对内底来规划出艺文的专门频道。嘛，举例讲，像讲澳洲1990年都德化公共电视台，是德化两个视听随便预算制作文化节目、艺术电影，类型包括古典艺术、现代流行，提供精湛的文化视野。啊，毋过有学者认为，戴丽君提出来这个修法是好代志。啊，毋过即马网络 OTT 的平台是真多元，但是要开专门的频道，得爱有配套。因为我们的起步晚了，我们跟80年代的美国的这个 Bravo 频道，或者是90年代之后的 Ovation 频道，如果光跟这两个美国的艺术专属频道比较起来的话，我们其实已经落后了几十年。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是说我们有一个艺术频道，可是艺术频道在推动上它并没有从艺术教育的配套上头同步来思考，那我认为它的收视率可能会受到挑战。也有艺文界人士指出，艺文节目收看观众还不够，设立频道需要考虑到看不到的条件。不是一口气我们就到一个频道，那最后就会变成这个频道其实还是没有人看，就会非常可惜。表演艺术联盟建议，若是想要让更多人来看，可以把艺文资讯或是节目留在各频道，让一些主流的观众可以看到，也可以提高艺文的能见度。记者综合报道。艺术文雅是宝，发觉有一个老阿嬷在搬厝之前找拍袂行的鉴定人员来处理，讲看厝内底有啥物特殊的物件通好卖。结果鉴定人员在伊的灶卡发现113世纪的图，最后卖到新台币8亿，让这个老阿嬷包一年虽变好业人。技巧确定，大家拍破啊！这幅意大利13世纪半个复兴时期，赤马不爱所为图，顶礼拜日在法国以2400万欧元，差不多新台币8亿元计价卖掉，超过当初时所想计价4倍。Alors, en fin de compte, c'était la vente de tous les possibles. Hein. C'est-à-dire qu'un peintre immense, Cimabue, est une œuvre unique sur le marché. Il n'y en a pas d'autre. À partir de là, tous ceux qui voulaient avoir une peinture de Cimabue aujourd'hui, eh bien, ils étaient prêts à tout.赤马不爱这幅受刀龙之刀，那创下中世纪时期的画相关的拍卖计价记录。这马加加达文西救世主并列10大上贵古画。
暗哥甲其他受到真济照顾的艺术收藏无同，受刀郎指导，一直到今年为止，拢向藏在法国的北部城市一家人的灶卡，高温的环境顶头拢真垃圾，暗哥话本身状况阁袂歹。男士90多岁厝主老阿嬷伫搬厝之前，特别请专业人士来看厝内是毋是有特殊物件会当卖掉，才发现这个26公分长、20公分宽的中高度无这么简单，恐惊大叔所为图，落尾就是等伫个粪扫桶。Parce que c'était une maison moderne d'architecte, donc on était au-dessus du bar, de la cuisine à l'américaine.Et qui jouxtait le salon. Voilà, un objet qui était conservé de mère en fille depuis 3 générations déjà, mais sans connaissance en tout cas historique ou esthétique particulière. Une grande surprise donc aussi pour cette famille.张家玲为受刀郎指导，甲另外两件分别收藏伫伦敦甲纽约博物馆的基督徒，拢是做由刀片帮完成的制图画。起码不爱留落来图真少，目前已经知影的到11个。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地灾，所以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今日北部温度上低20度，上高26度；中部温度上低20度，上高29度；南部温度上低21度，上高31度。东北温度上低21度，上高28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到27度。再来关心未来三天的天气。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在去新闻，要提醒乡亲，北部会开始落雨，出门爱打伞，爱扎雨伞。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